看摊位哈，这个摊位是卖各种杂木，盆景的，也是非常漂亮哈。这个是组合的，这个是迎春花哈。看一下满树花苞，特别的好看。这边哈，全部都是组合的这种山水的。这个是迎春哈，满树花苞，花苞是满满，特别的漂亮。后面的这一棵是一棵山里红，来看一下这棵山里红。漂亮哈，特别的年工，老会师，这些全部都是迎春花，非常不错。这是一棵榆树，看一下这棵小榆树，各种各样的杂木盆景还是非常多。这也是一棵悬崖的小榆树盆景，还有迎春，属于掌中宝，特别的好看。看一下，看这个小。很漂亮，特别有眼光。有喜欢这种，咱看看这边，这边是各种各样提供的枸杞，看一下这枸杞是非常漂亮的，然后为师傅全部都是提供的满树果子，金豆，这是一颗金豆，看一下也是满树爆果，特别漂亮。这边是各种砧板盆景。后面的这些全部都是山里红，根叶的山里红，属于根叶盆景啊，悬崖的、闷人的，特别的多。你看这边摊位全部都是以杂木为主，这个是一棵老庄梅花，一棵提根的山里红山楂哈，山里红，下面还带着叶片，还是非常漂亮的。后面也是。梅花老庄，看一下，这也是梅花，这棵是一棵榆树，小叶榕，这个是都是梅花，这棵也是一棵榆树盆景，后面这棵是带果的，这棵是一棵海棠果哈，海棠盆景，这边是各种各样的，梅花老庄非常不错，满树花苞，都是老魏师走的。这是一棵梨树，一棵老庄探花梨树，各种各样的杂木还是非常多的。这边都是榆树和白蜡，这棵也是非常漂亮。看一下后面这边这一棵，这棵个是个什么？这棵是什么品种？洛阳的。看一下这边摊位卖的也是各种杂木型的盆景，有梨树、棠梨、迎春，还有榆树，还是非常漂亮的。这边的话也是感谢。看一下榆树，也都是非常有年过的，看它的枝爪，全部都是用剪刀一年年的剪出来的哈。后面这棵抱石的榆树也是非常漂亮，各种榆树盆景老庄。弄完了还得等到晾干了，是啊，各种棠梨哈，这个棠梨还有带着果的，还有提根的小榆树哈，也是非常漂亮的。